阮姑娘，我想要听一首你从来毋捌唱互听的招魂曲。琴为低级的戏，咱再见。所以无要搁再弹琴。我今仔写这支琴，意思就是咱两个永远无可能好好做伙。你若搁勉强，也毋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安尼你有明白无？蔡兆坤，你免掠做讲你安尼搞吓惊，我就放你煞。我同重新讲，我硬甲你勉强，你是当搞安怎？爸爸有你小呀，我会打他过来，做人较紧的人，我是不是会打他过来？我代志要你管啦，阿坤啊，阿姐，我过去。我把他英公啊，英公啊，少爷有啊，英公醒啊，醒少爷，哎，醒醒，英公醒，安尼有要紧无？也爱都有伊啦，真好啊，好你家在伊恢复知觉，也若无，看我要开什么药方啦。啊，是是是，先生啊，你都尽量甲伊哦，看要开偌济钱拢无要紧啦，我也是干阿这个孤囝啦，你阿啦。唔知影，你放心啦，伊只要伊若清醒，睏几工，伊路边床都无代志啦。到时看我要赚你的油钱嘛，赚无咯。哎呦，多谢多谢吼。来去吼。好好好，顺行顺行。阿坤啊，啊，我那倒伫遮啊，看唔是伫蔡少坤的房间。哎呦，少爷，啊你煞乌白记事啊？迄暗哦，迄蔡少坤用伊耳鼻哦，对伊头家讲一下，一口乌人人哦，会说十多字，你阁白记事哩啊哦？我刚来记，唔知提啥物件甲我讲，听后我就昏去啊。少爷，我会互你惊死哦！你安尼昏你三暝三日哦，都无精神哦，害我老爷哦，骂到叫要臭头家的，你知无？我甲你骂唔对心，啊？好啦，你安尼一尴尬吼，带少爷去迄个不三不四的所在，假大班假风流，有人咧捧迄个啥大色夜店，开钱是无要紧。啊！你甲看卖啊，差一点仔连性命都无去。我嘛有甲少爷讲啊，讲迄赛车阮人真车，哪会知伊安尼？啊，搁再讲，咱甲伊也无冤无仇啊。伊真正啊，哼一个哦，一空乌人人，血水擦擦地啊。你敢点伊？你若无打人个脚，人会咬你个手心。啊，你唔当作我拢作唔知影啊？人咧大号，恁安尼硬叫人来坐恁个番，都爱陪恁饮酒作乐，人会欢喜袂？哦，当作讲，阮强迫伊结婚，阮嘛是轻言细语甲伊讲啊，啊，阮嘛无甲伊安怎啊，哪知伊会安尼？你讲讲，人咧大下，恁是安那无安尼共禁去，讲硬要叫人来坐恁的番，这个代志吼，本来我是要叫林青桐出来做一下公亲，来去杏花楼甲伊伦理啦，啊，结果大家拢讲这有做报应啦，你啊看这个代志啦，啊，讲起来敢那袂输咧扇我家己的嘴皮，偌无面子的代志。哼！英公啊，阿爸甲你讲，那迄个查某吼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你若甲伊高高甜吼，绝对一世人拢互伊食到到啦。英公啊，你是咱林家唯一的传人，阿爸这么多事业，将来是爱交互你掌管了。你敢袂用安尼较出脱嘞？住喺厝诶，安尼吼，好好啊来有做生意啊！我已经吩咐吼，咱少贵甲管家，以后若无我诶允准吼，一文都袂用我互恁。看恁，你若要去倒去乱乱说。少爷，
你来听老爷的话吼，莫去外口乱乱踅啦，好好学做生意吼，吼吼。阿坤啊，以后少爷吼好好啊，甲照顾好，啊，若无你的脚骨，我甲你扭断。我知啦，老爷你放心啊，我会好好啊照顾少爷啦。知影就好，紧去抓药啊。人啊，问伊咧，有人来电话无？有咧，拢无人来。真好，真好。莫甲我困啦，忍啦，忍啦。阿叔公啊，啊你即几天吼，拢有算账，阁有闲在卖下地哦。嗯，你俩做我爱安尼哦。自从小凤吼去甲迄林少爷拍着伤了后啦，咱乡外头的生意吼，一天比一天较歹啦。外面有什么小人算啊？我想吼，愈来吼愈夭寿啦，实在吼愈来愈无力啦。啊，像你吼，你哪有够资金做大事业单？唉，无彩啦，无彩我吼栽培十外年啦，迄本钱都还袂赚回来呢，就搞不只干我大坑啦。若知影安尼吼，我就留伊住因家吼，当个酒后啦，莫甲买回来哦，嘛无即款代税单。唉，阿秋姨啊。你若再样安尼想吼，咱杏花楼嘛袂去有小凤拖到这么凄惨。即马吼，街头巷尾人，大拢伫咧喊呢，喊讲咱杏花楼有偌烂拄偌烂啦，讲咱杏花楼有人穿白衫大下伫咧做夜店，啊，佫有人无代无志去用拍到凄惨落魄。讲吼，咱杏花楼是一个歹结交的所在啦，迄八字若无够重的人吼，你别拢来衰。无你是老白讲啥？一句嘴吼，敢若万底深井呢啦，即款实地话你也讲会出来都对嘛？啊，你都唔是幸福老家大妈，你无想要坐碗趁钱，别人喊的，我看是你讲的啦。当然是别人讲的，啊，不是我讲的啊啦。搁再讲，讲什么坐碗趁钱哦？当我人客拢去予小凤这件代志惊走了了啊，我都唔知要找什么人伸冤嘞。啊，七哥啊，我看吼，你也甲小凤两早放放回去啦。啊，若无搁留咧吼，幸福老今晚都有一几条病倒啦。那个死查某鬼啊！我袂当予伊遐尼好食睏啊！叫我放伊走哦，安尼我毋是了济啊，无遐尼简单啦。阿叔官，伊也袂晓甲你趁钱，颠倒甲你开钱啦。啊，愈了毋是愈济，啊，你会晓算袂晓赌？哎呦，遐钱哦，我看看无了了的啦。哎，厝个啊，对哦，我应该甲小王吼较袂刁，袂通作祟伊。安尼这十几年来吼。我所了的钱哦，唔才有底套。哎，安尼好，你去找迄大阿婶、田阿婶、甲迄个舅阿婶，因哦一直对小凤拢袂死心啦，还佫有迄林少爷，顺带去阿哥。嗯，啊林少爷，迄种互小凤甲拍干呢，伊敢要去娶伊当做某？嗯，你阿哥了这是要创啥啦？反正吼，房价大涨埕，石头爷吼，你做你甲放风声，愈济人啊知影愈好啦。安尼吼，我介绍吼，唔才丢袂过。你讲啥？阿叔官要甲赛小军卖掉？是啊，反正我伫家啊吼，听厝内咧讲吼，有啥物人介绍啦，出得起吼，赛小军就是伊的人啊。赛小军，即摆你落伫我的手头啊吼，我看你是阁要走对倒位去。少爷，你真是要买赛小军哦？迄当然咯，我甲伊赛小军，这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，你毋是毋知影？即摆这是上介好的机会。伊差死就难过呀，袂用是啦，少爷，这个代志若有老爷知影吼，一定袂稳准的啦。你煞袂晓卖，阮阿爸知影。也毋过，若无老爷知影，啊，咱要买赛鸟粉的钱遐尔啊多，是要对退。啊，若讲要甲店内少几声退，若无老爷稳准，伊嘛袂予咱退呀。哦，少爷，你安尼甲我讲咧吼，我规个拢精神起来。我知你意思啦。伊若无咱退哦，咱就用，嗯，对哦。
秋风，秋风，是我啦，赶紧开门啦，我世华啦，世华，赶紧开门。秀芳，你赶紧对我走，但无都袂赴啊！什么代志？你唔着讲清楚。你唔知影，即马规大场定放假，人通人知。阿秋官吼出嫁哦，要甲你袂互人做细姨。即马真侪阿祥拢想要得着你，敢讲你拢唔知影？什么？阿秋官叫你做这种代志？你赶紧对我走啦！有人在遮无？有啊。等下，就是因这的手艺糟糕。兄弟，六月半暗有在死我，来，咱们来。我这是讲啊，我先讲啊。四王，你进来。秀芳，你别哭了，那么急啊，今晚赶紧对我走。是我啦，王小姐，啊，你来伫个遮？因拄则咧发了，才就是咧讲你哦。啊，你来创啥？细娃是要来带我走啊？是啦，阿秋看四爷放风声，要甲小芳卖互人做细姨。什么啊？阿秋爷伊？秋爷，伊若真是要安尼，我袂甲我卖别人。我讲完事，就袂让伊跟我糟蹋。小芳，代志一定会解决的，你莫讲安尼死唔死啦？想来想去，除了逃走出去，嘛无其他的方法啦。小芳，你即马赶紧看看来对我出去，莫阁想遐尼济啊。好，我来准备。永姐啊，你莫戆啊啦！自细汉到即马，你敢捌看过阿秋伊啊放过倒一个偷走出去的蛋？啊，那咱这个代志你敢袂记的？伊互掠倒来，活活拍死，而且迄查甫，我那皇上官府严办。只要咱有万分之一的机会，咱有法试看卖。你安尼哪是咧救伊，根本咧害伊。敢讲我用咱目睭金金看小芳，袂互人做细伊是无？你想看卖，即马外口拢是掠贼的人，恁两个走出去颠倒害，阮死无活的啦！我感觉细娃死到底，又袂叫人去说。哎呦，人咧讲哦，田里甘蔗过冬，只要有性命就有希望。啊，恁两个嘛莫遮冲动。敢讲你还佫其他方法是无？是讲哦，无一定有效啦，总比你去丧死较好啊。兄弟啊，你煞袂晓哦，假作起痟啊，那安尼就无人会买你啊，对无？死到才去王阿霞摕你下底伊个西件来买你家己，阿秋爷若看在钱的份上，无得卡就会放你倒去啊！这个办法袂歹，咱先试看卖。其实我无啥物把握，应该你带出去。只要你这款心，我就已经真欢喜啦。好啊啦，恁两个免欢喜到遮早。咱即马上大的问题就是要怎送王阿霞出去。即马外口拢掠贼的人呢，若是去现当着，等到害着小凤姐啊。亲戚专工来看我的啦，什么亲戚？伊敢唔知影，阮大细艺大，手是袂堪去安怎着？万一若伤着、漏着，我都
做生理，你敢过去哦？赵先生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是的啦，是的啦，你搁怎好是的？你这什么亲戚啊？你看人也不要经时间，唔惊人家己当作他抓起来。赵先生啊，我这亲戚吼是庄家人，你莫跟伊计较啦吼。赵先生啊，当作你这死查某鬼啊，有代志就会用安尼这么好嘞？平常时也毋是目睭拢洗头壳顶，无将我看在眼内。去去去，带你这什么庄家亲戚，紧走啦，莫在那等着。是的啦吼。我只行啦，行啦，行啦。嗯，庄家人就是庄家人，有够爽的啦，脚步搁遐尼大个，袂输查甫啦。我睡呀睡呀吼，我叫你回去啦。今麦吼，咱个村单，咱上届林少爷恁两个吼，上届有资格怎么小饼画计？看恁什么人吼，人路出较济吼，阮赛鸟军要缀什么人行？啊，咱今麦开始画计，开始画计。两百两，林少爷两百两。你卖讲都无人当作你个狗了，开价两百两，国民主动会下了了。不，这英国啊，你是林上好的少爷呢。两百两银敢开嘴啊！哎，笑破人的嘴！阿七哥，等下写四百两银，哈，哈，哎，这块银阿娘，予恁吃茶，表示好头彩，哈、啊。陈阿伯，你敢用这四百两，就想要买杏花楼的大色叶段？我看这的钱，连要甲洗喙齿棒都无够。我开价一千两，一千两。林少爷，啊，你顶摆有蔡小公来拍物件吼，你同款咧爱哦。我你是咧讲啥哈？人伊欢喜伊爱啦，同款咧做要创啥啦？哈哈哈！各位阿婶啊，虽然吼，阮赵公咧吼，即摆吼无咧坐欢啦，也毋过吼，人伊蔡小公这三年吼，伊有外卖还佫真响咧哦。你无听人咧讲啊，胭脂妹吼，一定爱管老爷吼，来阿则爱倒啦。还是讲吼，恁两位吼，唔知倒一位吼，才是阮昭君的冠老爷。嗯，阿小官，你到底是爱偌济牛牛，你嘛讲出嘴咧？上介少吼，嘛着爱两千两。各位阿婶，阮小凤的吼是阮这大戏艺团的，敢若伊赚的钱吼，嘛唔难去两千两。我这样讲啦，我这样上吼，就袂好恁啦。你敢知哦？我就爱了哦，十外年哦，栽培伊的所为，你知无啊？十外，阿西龙哦，伊都伊都。哈哈哈！哎，两个阿婶，唔知恁倒一位吼，我一出两千两哈。少爷，恁敢有赚遐济钱？我出，啊，不过今仔日赚无够钱，明仔日我店里收哦。稍等嘞，阿七哥。不管当咱社出偌济钱，我拢加伊一百两，也毋过我才到一千两尔，剩的我明仔载一定送。阿坤啊，哈，银票摕出来。安尼好啦，既然吼你这么有诚意吼，咱全吼把这价钱吼讲互听啦。看你伫当时吼，甲伊把这一千两吼摕来互我，看你伫当时吼，甲阮小凤交互你啦，啊，一千两我先收起。阿秋姨啊。你若安尼做吼，叫做人有白心肝乌啦。咱即摆小凤吼，敢有计得遐尼济钱？你若有白甲人骗骗的，敢毋该受着报应？啊，林少爷，陈阿婶，恁上好是叫阿秋官吼，带恁去看一下赛鸟军者。若看了吼，看恁两个什么人要甲伊买哦？刁神，你即摆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手中的针线，阮的心。